大家好，我是剧场工作者周冬燕。我认为艺术是了解别人和了解自己的过程。多媒体影像创作天马行空，周冬燕利用投影技术化身舞台上的光影魔术师，其实蛮挑战的。从观众席到舞台延伸出一个16米的水的一个水道，它是一个投影道，我们用水去把它完成，观众就坐在这个水道的两侧。从小对影像创作充满热情，家人全力支持，成就今日。我对影像有兴趣，我在高中的时候十几年前看到摄影机，我就非常的渴望拥有一台，然后他妈妈就标会买了一台这样。异想世界带您来看舞台上的光影魔术师，7月30号下午4点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